五。香菜多一点来。这是啥？麻油啊？麻油。这就是秘方啊。哎。 兄弟们啊，见到这种白汤啊，再也不要讲什么科技与狠活了，人家是真手艺。收款68元。大哥，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吧？没有，啥科技没有。一碗单县羊肉汤，中华第一汤。